这个是消交，就算是从上面也是一样，上面两手变成这样子，是这样子消交，懂了吗？到一条线上，到一条线上才相交，懂不懂？好，我这个，我这个如果从这边转，来，从这边的到这边的相交，我这样子，所以两只手相交一定要有这个过程，不要这样子换，不要这样换，啊，是要到一条线上面来，到一条线上面来，上前手往前走，后手就下来了，后手不要往回抽，后手不要往回抽，看不懂？对，所以我就算是简单的这个，比方讲我从这里换也是一样，我从这里换，你看还是一样，相交这边伸出来，是这样的，我这样走，相交一条线了，是前手往前走，后手不要收，啊，这样子就到走了，我从下面走也是一样，你看，我从这样换也是一样，看不懂？啊，两手相换，不要空，中间不要空掉，啊。